笑看卫星世界，礼运大当篇。好早，来继续来讲解《礼运大当篇》。古圣先贤所有一切妙法真理，到每一个时代，人的生活习惯、社会变迁、人类的演化，拢是息息相关，拢离不开着咱的生活。若是古圣先贤的真理，你甲看到古早人所用的，这是千错万错，而且无智慧、无开悟。所以咱常常在读古圣先贤的真理的时，咱不要甲用伫生活，是真可惜，真可惜啊！啊，比如咱《礼运大当篇》所开始的。总有所用，这是人尽人尽其才嘛。无为的布施啊，就是总有所用。但是呢，咱真济人呢，咱投胎来到世间以后，往往咱拢只能对目睭甲耳啊，甲咱害死。看到你就想要爱。看到想要抢、要夹、要夺、要拍，哦，要威胁、要骗、要诈欺，这种拢违背着咱的本来的良心、甲良性、甲咱的佛性、甲咱的慈悲性、甲咱的清净性，尤其呢，甲咱的觉性，或者佛，甲咱的觉性所砍掉去啊！那造成现在真济用电话伫恐吓，你所恐吓所得到是啥物件？当你有一天觉到的时啊，咱一世人咱就真后悔啊！当咱用电话去人恐吓，用电话去人欺骗，已经大不好了啦，啊，已经失了德了啦，这袂好。咱面对要老爸老母，对老爸老母做讲啊不好，枉费爸母饲咱这大汉。咱若要有子孙啊，咱就已经将子孙的福报咱甲开了去啊。初期所留落来的业障、的罪过，咱子孙啊替咱担，安尼叫自悲，无自悲啦。无开悟啊，无开悟，所以人尽其才，咱大汉以后，咱用咱的身躯来做有益的工作，来回馈社会。咱是暗时困，不是真正安吗？社会不是真正和谐吗？社会若和谐，啊，毕业兴发，各行各业会滴滴。咱发展起来，若是社会无害和谐，咱大事就袂顺了咯。咱若制造社会只困扰，制造社会只伤害人，咱老爸老母祖公爱替咱担，咱落地狱，祖公啊对咱落地狱，那安尼咁会好？咱钱骗到一时尔啦，以后的心灵会安无？未安。咱子孙啊，若知影咱做士大人的人，
过去的糊涂的行为，咱做子孙的人，心内的业爱，咱知影无？所以各位啊，咱来到世间，咱拢是佛，三宝佛的化身而来。咱有清净的善良心，咱有觉悟的心，咱有弥陀自性庄严的本性。结果咱拍唔进去家己啊啦，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咱本宗门第二空空八年正月初一，尊天法旨，再次升坛，啊，举办着中华民族联合制作大典，咱也邀请到咱当下咱中华民国，咱的总统，大家所选出来，少数服从大数，多数所选的总统，来为国的开始，表达到当下咱住伫台湾，咱的同胞的心声，而且总统。陈水扁先生，伊嘛代表着当下16亿中华民族，子子孙孙在15615岁，咱祖先列祖列宗的圣灵造像，表达着当下咱住伫台湾这个土地的中华民族子孙的心声。阿嘛是表达着咱所有16亿中华民族，咱的子子孙孙的心声。委员列祖列宗保庇，咱的子子孙孙呢，哈，大家呢爱有爱心，有谦虚，有包容，啊，有理性，有博爱的心。我相信呢，自今以后。咱大众应该若会当放下执着的对立的时，我相信咧，咱台湾是一片的净土，台湾净土。那么咱若由台湾做出了点建设净土，然后来帮助所有地球上有缘的人类，咱大家共同创造。人间的净土，这也是咱所需要呀。各位是方是理性，制作一专门啊，咱总统所开设专门，咱大家认认真真，咱来思考。护理三宝。各位希望中华之路，以热烈掌声欢迎！现在我们恭请总统祭拜。欢迎。一拜，祈愿列祖列宗，佑我中华儿女皆得平安。再拜，祈愿列祖列宗，佑我中华儿女珍惜情缘。三拜，祈愿列祖列宗，佑我中华儿女永无战争。红歌。一拜，祈求风调雨顺，
国泰民安，天灾永息。红歌一八祭平安，天温永息。现在我们恭请总统致辞，表达心声。文言禅师，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各位嘉宾，各位国人同胞，大家新年快乐！大家好，好，新年快乐！今天由台湾维新宗、台湾财团法人人间净土功德基金会及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所举办的2008联合祭祖大典，对于发扬孝道意义重大。首先要肯定并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2004年的今天，我第一次参加在此体育馆所举行的祭祖大典，深刻感受到大家缅怀祖先的孝心，此时此刻也要衷心祈求列祖列宗保佑台湾，保佑台湾人民，用爱心跟智慧来面对国家未来的挑战。在科技日新月异的21世纪，我们更应该提倡孝道的重要性，尊敬一生为儿女无怨无悔牺牲付出的父母。亲子关系是没办法取代的，发扬孝道跟重视家庭价值是一体之两面。今天主办单位创会长文言禅师率领各分寺道场贤士同修及各界儿女在此举办大孝道的盛仪，除了勉励大家之外，也希望世人都应该发挥谦虚、包容、博爱、孝道的精神，珍惜兄弟姐妹情缘，拒绝以战争或非和平手段等违反善良人性的行为互相伤害。我们深信任何国家唯有朝民主化迈进，才能够对内实践自由与人权等普世价值，对外以理性和平跟国际社会建立积极建设性的关系，民主的氛围才能够让大爱自由传播。台湾是全世界华人社会中唯一真正民主自由的国家，破除了华人社会不可能实施民主的迷思。我们深切期待国际社会能够用公平的爱心来接纳亚洲的民主灯塔台湾。今年是台湾参与国际社会非常重大的一年，十几年来政府为了台湾加入联合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竭尽心力，然而迄今仍然被排拒在外。经过15年扩关，联合国失败之后，借着今年3月22日的日联公投，我国2300万人民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向国际社会来叩门，亲自发声，借着手中的公投票一起参与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的艰困任务。大家投的每一张公投票
都是台湾进入联合国制度中不可或缺的一步阶梯。很多人说台湾加入联合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也知道这是艰巨的挑战。台湾人民要告诉全世界，我们要用最民主的公投，用爱跟和平的公投票来完成这一项伟大工程中最关键的一步，让全世界都听见台湾人民希望加入联合国的期待跟渴望。最后祈愿民主灯火不灭，越烧越旺，也祝福全体国人同胞家家户户出孝子，阖家幸福平安。再次的恭祝大家新年快乐，金鼠年行大运，谢谢大家，谢谢。我们谢谢总统的致辞，现在我们以热烈掌声恭送陈总统回总统府为全民服务，谢谢总统。各位十方是弟兄，咱听完总统的这作文的内涵以后，咱有一种忧心的感慨。古圣先贤所讲的话，当是天涯沦落人啊，应该受尊重、受疼惜、受包容，以博爱来受包容。这安尼即是人类上宝贵。可惜，咱真侪人啊，或者国家啊，用着各种的手段阻止咱的台湾嘛好，中华民国也好，进入整个人类一个和谐、团结、互相疼爱、互相包容、互相帮忙。想帮忙想要不知，本来人世间就是一片调和的人世间，在咱目前台湾啊，这片的净土的同胞，咱大家爱有觉醒，爱有觉悟，咱爱用这个爱来奉献，来服务世界的人类。用咱的心，用咱的智慧，用咱的行动，来做出未来奉献服务，履行着国父孙中山先生所开始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啊！总统先生啊，一再强调，咱爱搁加入联合国。表达着咱台湾人民的爱心，表达咱台湾人民的包容心，表达咱台湾人民的自卑心。每一处世界的各国，若有灾难的时，咱台湾的同胞，咱所谓人民，各个单位拢献出自卑甲爱心，无分国度来服务大众。所以咱未来若有因缘机会者，咱爱踏入联合国这个团体，才会当够服务够较侪人类啊！委员，咱全国同胞大家共同发落爱心，共同来祈祷，祈祷两天护法保重生，化解干戈摄政经啊，也愿人心受疼爱，当地世界应和平。这是咱整个中华民族子子孙孙的本愿啊。
人掌声鼓励，谢谢大专班的学员。是方陈立先，大家好早，咱继续来讲解《礼运大动篇》，再三的强调，人和人中间若无开悟、无礼，一定充满着战争。啊，若无礼，社会国家一定充满着恐怖甲不安。所以古圣先贤呐。这人开始爱依礼，来作为人跟人中间互相相尊重。无论是爸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君臣，拢爱依礼来上台时，咱社会就会和谐。可惜要做到礼事，确实无简单。啊，若是一个人若未平安。要讲有礼是真困难，一个人事业若未顺失，要有礼嘛是真困难。所以咱本宗门呢，在这么多年以来，本人体会到社会、国家，人和人中要爱有礼的时啊，一定爱建立伫平安、幸福、事业顺失甲健康的基础之上。所以本宗门为心宗，咱以易经甲风水来共同创造家家户户的平安甲和谐，这是礼的基础。那么咱看过咱中华民族五千年来，咱的战争，啥个遐个战争，拢是对这个礼做无够，无了解礼的原这个。主要的内涵的是，人和人中间一定充满着诈欺、欺骗，甲互相相害。在咱中国中华民族伫黄帝的时阵，神农、炎帝、蚩尤帝三位老祖公啊，的战争开始着人类第一次的战争。第一次战争呢，就是黄帝、神农、蚩尤一战。这个是班禅之战。在河北张张家口市的涿鹿县，遐一个叫做环山，环山遐呢，咱的黄帝、南三祖修战第一次。然后第二次的战争呢，到尧帝尧帝的时，又过一次的战争。第二次的战争呢，明朝之战，
在洛阳甲山西的运城之间第一处，啊，第三处呢，牧野之战伫咱的雕哥的所在，牧野之战。到最近来，八二三，民国四十七年的八二三之战，第3762处，到3762处呢，民国七十七年呢，中越南山之战，咱看了，自中华民族的历史以来，有这样一个战争是非常的不幸，所以我咱。几个是学术研究会，在研究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所有战争呢，哈，即统计为做这本哈《中华民族历劫战争录》，总共有3762处，这样子，这样子的战争，哈，非常的恐怖。原因出在哪里？出在武力甲武体。啊，出在哪里？无开悟，我都珍惜前言。再来呢，咱中国呢，过去咱的拢是山头，山头遮遮，必乱必战，啊，山头主义等等，所以造成着一区的一区的自我保护，人甲人中间，亲族甲亲族中间，兄弟之间，往往呢，拢自我保护，无用哦。你，才有3762处的战争。面对着3762处的战争呢，咱贵国史学研究会，甲咱卫生总、南天文化院，啊，共同来探讨着战争的原因。过去3762处的战争拢已经过去啊！啊，证明着咱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是黑暗，嘛证明着咱中华民族咱的列祖列宗拢处在非常不安的状态之下。所以咱中文呢，也在邀请着咱政治大学教授黄春基教授呢，后来对未来。会希望啊，写出一本呢啊，这里叫做《卫星中世界和平》啊，如何和世界和平？这是未来咱的天命甲责任啊。这本《世界和平》呢，将所有的宗教家、哲学家、政治家等等所有的希望啊，借由黄教授的智慧。好，写出这本咱的世界和平是未来。那么过去到未来中间呢，咱究竟爱如何呢？爱修道，提倡着呢，咱来制作。所以是这次咱制作台面的时，由洪时秘书长甲教授春基律师咧，哈两个月咧，哈个人将战争甲世界和平。啊，这两本书咧，啊，这个发布苗圃咧，啊，来供养着咱的列祖列宗，啊，为完咱的列祖列宗慈悲，过去战争拢过去啊，搁想嘛无法度解决啦，咱出去着爱向着世界和平的目标，所以卫星中的宗门，就是啊，卫星中世界和平为本源。为国修道，为人类来祈福，啊，祈求平安，这也是咱的本愿。所以，等下咱来欣赏着啊，黄教授甲啊，黄秘书长来将发布的供养列祖列宗。已经是大学。各位中华儿女亲友们。发布是文化精髓的累积大智慧，民族命脉传承甲尊严，是要宣扬文化与未来，尤其往昔历史的演化过程的酸、甜、苦、咸、涩，拢有咧教界咱后人的教育意义的存在。故卫心宗宗主弘元禅师。
为请台湾国立政治大学黄教授春姬女士，会正中华文化道统，甲微信中世界和平之大智慧发布，以当下供养列祖先贤，用心告知中华文化的尊严。各位亲友们，中华民族从4600多年前在河北省展开第一场人类大战争——逐鹿之战，中华三族的第一次大战，衍生了5000年来共发生3762次大战争。这种情况令人心安与心酸。可惜，3762年大小战争并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而且中国境外、世界各国也发生了789次大小战争，总共世界发生了4551次大战争，也没有解决人类的问题。究竟人类的无名在哪里呢？今日今时，由台湾鬼谷子学术研究会会诊4551次大小战争录，供养列祖先贤，唯愿今日与未来不再有战争的劫难，而能共享人间净土的法喜。现在由鬼谷子学术研究会秘书长袁逢贤士代表供养。各位中华儿女亲友，为心中宗主奉完禅师修道已经有25年，拥有一男儿女，家己国家培养，学业已过一大路，当服务于社会，宗主的夫人盘随修行，共转世界和平法轮。现在由寺庙黄教授袁逢贤士承担供养法宝，祈愿世界真和平。
文化利益人天。再拜！愿我世界今后再无战争。三拜！愿我唯心中创世界和平。维新圣教育闲事回坐。十方陈立新，咱过去的战争甲未来世界和平，咱共用着列祖列宗了解咱的心声，所以咱今日咧由咱师母王月娇女士阿姨捧着回来共用，希望过去的战争已经消失，未来世界和平的花已经开啊！啊，希望咱开到世界和平的花，共同来修心养性，以礼对对待。我相信呢，世界和平之果，真紧就已经会达到咱愿望。所以咱这本呢，世界和平的。也是咱各界，咱的好朋友，心方陈立新，你要了解到为心中世界和平的本源，要安怎行的时，只要各位咱大家共同有心，共同来，哈，这个运转，共转世界和平的法轮的时，哈，我也真正欢迎。也是咱也要知影。战争，战争咯！咱嘛欢迎各位念来到咱新闻室，啊，咱南天文化院，或者是台中咱贵国学术研究会，只要大家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各位是方是立心，啊，咱王禅老祖道家书房的本愿就是天下太平。要天下太平，除了要口号认真化以外呢，上重要落实，落实这个真理甲命法。那么未来世界要和平，会希望一支灯塔在
易经的法门之下，啊，咱才有可能世界的和平。所以咱现在开始推崇到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大家学易经，身体健康，心安宁。大家学易经，哦，家庭圆满一条心。大家学易经，咱的公司客户无欺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嘛。大家学易经，国家社会更太平。所以，咱的社会或者世界要太平呢，易经风水是未来咱世界和平的一拍的明灯，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啊，这不是咱一般人所讲的画画嘞，画画嘞无啥路用，就抓好别人死是足无道德的。所提出的妙法真理，一定爱有法度去实践，一定爱有法度落实。安尼才是咱每个人啊所应该尽的责任甲义务。今日呢，好，咱也希望着咱黄教授、甲黄秘书长含需要哦，王阿娇律师呢，哈，那会当将这发布呢，共用的列祖列宗主干，啊，会当庇佑着未来世界会当和谐。啊，比如到世界咧，哈，大家心连心，手牵手，共同创造清净人间的佛净土啊！所以咱今年的制作大典的意义非常非常的殊胜。咱制作大典的意义，咱不是为着自己，啊，咱只是来共同来祈祷，列祖列宗保佑。咱的家家顺顺，会当圆满、和谐、平安、甲幸福。